念裤。念裤。念裤。那个念裤哦。我裤。对。我们这是贝斯手阿妞，对。先放我了，哎。他以为他很红。然后鼓手林肯虽然每次都讲说他每天被帅醒，但他很久没有，他每次都迟到，可能最近没有那么帅。对，你最近不帅。对。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叫林静香，因为静香很爱洗澡，他也很爱洗澡。林静香他新的名字，我的手机就是林静香哦，林静香打来的。好吗，静香？来到静香。可以吗，静香先生？可以，来，我请假。我时常漫步在迷雾里的欢笑的悲伤的沉默中寻觅，黑暗像一首凉凉的诗词，慢慢的让我心里在过去，黑暗像一头牛，街头的空气，当你的脸上。
香表现得好。你别只喝了，我怎么办？哎，没有，就是最后一首歌那个鸡不要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你把它上好。如果我们三个再加五声，就等于七个。那就变成七三，哎，不是，是什么？是三声。七。不要认真，我还认真呢，我认真算呢。三声。这边有没有台东的朋友？有吗？谁在举手？照灯照灯亮亮亮。对。有准个是谁？阿信吗？来来来，你给我上来。你是台东人啊？谁？啊？除了那些人，还有别人。你们讲黄大炜哦。你真喜欢啊。好，我们唱下一首谁能长得花。吉祥准备好了吗？Thank you.